Hello, hello. 主内弟兄姐妹们，大家主里平安。我们来唱今早我们所要唱的圣诗。首先，我们来唱谱颂616首《致使水主歌》。第二首我们来唱谱颂399首求主开眼歌。求主使我心眼明朗，得见你持真理亮光，奇妙说要放我手上，使我自由能获释放。安静忍耐我等候你，谦卑虚怀明主心意，开我双眼启我灵机，圣上圣灵。再来一次，使我心眼明朗，得见你持真理亮光，奇妙说要放我手上，使我自由能获释放。安静忍耐我等候你，谦卑虚怀明主心意，开我双眼启我灵机，圣山圣灵。接下来让我们来唱谱颂42首拥戴歌。待我主为王，身高在宝座上，听那号乐传遍诸天，和声压倒群响，心拿我心同唱，送他救恩好恩，我何为你受死之主，千秋万岁无疆。拥戴我主为王，身高
在宝座上，听那号乐传遍诸天，和声压倒群响，信啊我心同唱，送他救恩浩荡，我何为你受死，千秋万世无疆。好，我们就预备好我们的心来参加我们今早的崇拜。
内长辈弟兄姐妹，主里平安。我们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开始今天早上的基督君王主日崇拜。这时候让我们安静默祷，反省认罪，求主赦免我们的罪，悦纳我们的敬拜。在圣殿中，住在圣殿中，普天下的人在主面前都应当属来呀，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我们要感谢他，用诗歌向他欢呼，因为耶和华为大神，为大王，超乎万神之上。弟兄姐妹，让我们一同站立，同唱敬殿诗歌《拥戴歌》。主为王，升高在宝座上，听那号乐传遍诸天，歌声要到群下，心啊我心同唱，送他就安好当，我为你受死千秋万水无疆，拥戴我主为王，圣洁至尊圣子，跟他的人快乐拥戴，因他是世人子，真是千万忧伤，一切尽他清唱，主泪群身得享安康，拥戴我主为王，无对生命之王，万邦民族都蒙救度，因他消灭死亡，快来歌颂欢喜，谢他特殊红恩，生万世永生普及群生，拥戴我主为王，坐身诸天之上，万灵颂他奇妙爱你，万事赞他之上，世界万国之君，拥戴我主为王，拥戴万王之王。耶和华是我们的依靠，是我们的力量，让我们一起来拍手赞美，将荣耀归给我们的神。人生我不赞美，称颂我的王，高声颂扬创造主，你是新拯救。
圣经中说到，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江场的灯火它不吹灭。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他虽有权柄审判一切罪恶，但他却选择用温柔的双手来拯救受伤的灵魂。有一位神，有权能创造宇宙万物，也有温柔双手安慰受伤灵魂。有一位神，有权柄审判一切罪恶，也有慈悲体贴人的软弱。前书十章十三节说道，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上帝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当
我失望，我灵忧愁沮丧，劳苦中难，沉重的压心头。当我平静，将稳地在等候，等候你来陪伴我，引领我。当我失望。失望，我灵忧愁沮丧，劳苦重担，沉重的压心头。当我平静，却安稳地在等候，等候你来。陪伴我，引领我，你披上我，让我站在高山，你披上我，走过惊涛骇浪，我敢强，当我伏在你前。愁沮丧，劳苦重担，沉重的压心头。当我平静且安稳地在等候，等候你来陪伴我，引领我，你的身。心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可以在你的殿中敬拜你，是你给我们权柄，依靠你的慈爱，你赐给我们救恩，给我们盼望，让我们有喜乐。主啊，求你监察我们的心思意念，愿你独生爱子的宝血遮盖洗净我们的过犯，饶恕我们的罪，引导我们远离试探，使我们在你面前可以奉主的名不致羞愧。天父，我们也将今天早上的崇拜秩序从头到末了都交在你手中，愿你悦纳我们的敬拜，并借着将传道所传讲的信息，帮助我们更加明白基督君王宝贵的话语，饱尝生命的灵粮，盼望在永生的道路上及神国的圣功都与我们有份。感谢主垂听祷告，奉主名求，阿们。
天上的父，愿人尊父的名为圣，愿父的国降临，愿父的国降临，愿人尊父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天上，我们的日用饮食今日赐给我们，饶恕我们的罪，如同我们饶恕人的罪，陷入试探，救我们脱离那恶者，国度权柄荣耀，真是福地直到永远，国度权柄荣耀，真是福地。Amen。 我们将一切颂赞荣耀都归于三位一体的神，让我们举手同唱荣耀颂。这样，现在这样，以后也这样，永存尽。阿门，阿门。弟兄姐妹，请坐，让我们一同观赏今天早上初晨诗班。以宝贝这首诗歌带领我们领略上帝眼中之美，给我们阐述他所顾惜的道理。
今早的正道经文出自于新约圣经以弗所书1:15-23，这里讲述着保罗的祈祷。让我们一同翻开圣经以弗所书1:15-23。翻到了，请听我以新译本圣经来宣读。因此我听到你们在主耶稣里的信心，对众圣徒的爱心，就不住地为你们献上感谢。我祷告的时候常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赐给你们智慧和启示的灵，使你们充分地认识他，并且使你们心灵的眼睛明亮，可以知道他的呼召有怎样的盼望，他基业的荣耀在圣徒中是多么的丰盛。神照着他强大的力量，向我们信他的人显出能力来，是何等的浩大。这力量运行在基督身上，使他从死人中复活，并且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做主的和今生来世所能举出的一切名衔。神又使万有都归服在他的脚下，并且赐给他教会做万有的元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完全充满的。这是上帝的话。各位主内长辈、弟兄姐妹，大家祝你平安。我们华人有农历，我们可以透过农历我们来计算一些的节日，我们可以了解一些水的退潮跟进潮等等，涨潮等等。教会也有年历，教会年历一整年，让我们伴随着耶稣基督一生的生命，与我们一整年的敬拜相联合。弟兄姐妹，你可能会注意到我们台面上的这个礼仪布，一整年下来都会按照节期做一些的更新。今天是基督君王主日，我们换上了白色，因为白色象征着圣洁，白色象征着尊贵跟胜利，象征着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君王。当在耶稣君王主日的时候，盼望我们可以透过这个主日，我们再次的反思，谁是我们生命的主呢？谁是我们教会的头呢？谁是掌管这一切的君王呢？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到你面前，主啊，我们渴慕要更多的亲近，我们渴慕要更多的被上帝你的话语浇灌充满。愿圣灵这个时候继续帮助我们，继续引导我们进入你的真理，好让你的真理活化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生命也在你里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的，阿们。今天早上我们要特别来反思，我们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作为在他掌权之下的生命是怎么样的一个生命呢？让我们再次的来看以弗所书1:18，我们先来看上半节。以弗所书1:18的上半节，18的上半节这么说到，并且使你们心灵的眼睛明亮，可以知道他的呼召有怎样的盼望。如果我们在看这段经文以弗所书，你看15-23的时候，它其实是一个的段落，它的标题是什么呢？保罗的祈祷。这其实是一段保罗他在思考他的生命的时候，特别他被软禁，他思考真理生命，他也思想到他所牧养的教会的时候，他为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祷告。那这个祷告也成为今天我们来思考我们的生命，作为在基督君王掌权之下的生命会是怎么样的一个生命。首先我们看到，这是基督作王生命的呼召是什么呢？在过去上帝呼召我们成为他的儿女，
成为基督君王的子民。我们的生命原本是像无头苍蝇一样，据说苍蝇如果没有头的话，它还是会飞一阵子的，但是飞了一阵子后它就死去了。我自己是没有看过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哈。那人在罪恶里面也是这样，因为亚当夏娃犯罪的缘故，这个罪传了下来，成为我们所说的原罪。因为原罪的关系呢，人有几个的特征。第一，人不认识谁是真神，人也不能够去爱那位的真神，人不能够敬畏他，人充满着骄傲、自我，并且贪爱这个世界。在这个短暂的生命里面，就好像那个无头苍蝇一样，飞一阵子之后就死亡了，与主永远的分离。但是我们感谢主，因为上帝他呼召我们成为他的子民。提摩太后书一章九节这么说到，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照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上帝他在他的爱，在他的恩典里面拯救了我们，呼召了我们。我们看刚才这原罪的这几个特征，上帝一一按着不一样的特征来施行他的爱和拯救。在不认识真神里面，上帝启示了，上帝讲的话赐给了我们，让我们明白原来这个世界上有一位的真神，他呼召了我们，他也赐给我们能够去回应，对上帝可以产生这样的一个信心信靠，能够相信上帝真的是爱我，爱到一个地步甚至为我舍己，舍了他的生命。他也让我们愿意去悔改，本来是骄傲的，但是愿意悔改，这个骄傲也得到了医治，知道上帝掌权我的生命。他也让我们有温柔和感恩去降服他，不再是这个自我的心，医治了人的自我，不再是自我中心，但是愿意去降服那位的真神。那上帝也把我们这个贪爱的世界的爱改变了，成为一个神圣的爱，能够去爱上帝，去爱其他的人。这个都是上帝在人身上所发生的，所预备的，我们称为预设的恩典。今天你已经经历这份预设的恩典了吗？我们原本在罪恶当中，上帝却是这样的拯救了我们。或者说你在这几个特征上面你还有一些不够完全的地方，还是你一些你不知道你忽略了的地方，那有很可能是你还没有完全的让耶稣掌管你生命的某个层面。当圣灵提醒你的时候，弟兄姐妹，你要悔改。很多时候我们是信了，我们是行了，我们也活了，但是可能我们安逸的时候，这些老我、旧我、罪恶又回来找我们了。上个月福音家115小时禁食，参加这个禁食当中，给我对我而言呢，其中一件最快乐的事情，就是每天早上我站上去称的时候，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为什么？因为禁食没有吃，哇，那个体重是下得非常的激烈的，一下子在那几天里面我就下了4-5公斤，每天早上都很期待要站上去那个秤，称一下，哎，今天轻了多少。看到这样子掉的时候呢，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虽然理性说啊，不可以这样，不可以这样，但是它里面就是很自然而然会有一个这样的想法，哎，我已经掉了4-5公斤，那我可以吃的时候我可以多吃一点了，可以多吃一点高热量的食物等等。那真的开始可以吃的时候，就发生什么事情呢？很快的，迅雷不及掩耳，这个重量很快就恢复正常的体重了。因为我们知道只有真正扎扎实实的去减脂，才有可能达到所谓健康的目标，健康减脂的目标。成为上帝的儿女也是如此，我们也是扎扎实实的
跟随上帝，扎扎实实的跟神建立一个关系。以色列人当初也是这样，当他们在出埃及进入旷野甚至进入应许之地之后，生活开始安逸，生活开始富裕的时候呢，他们就开始崇拜偶像，离弃神，轻看神，最后惹动神的怒气。神的回应是什么呢？神向他们掩面了，神降灾祸在他们中间，管教他们，让他们在这样子充满苦楚的管教当中，他们最终醒悟了过来，并且再次的转回向上帝，重新确立他们生命的主宰是谁，他们生命的君王是谁。今天我们也是这样子，我们要不断的确立呼召我们的是谁，我们的生命的主宰是谁，也明白我们生活的意义，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神呼召我们要参与在他的同管里面。上帝呼召全人类要来信靠他，也预备恩典给全人类，可以选择接受相信他，但却还是有人仍然在罪恶当中。于是上帝他就呼召他的儿女，你和我，我们参与在他的工作里面，我们参与在他的同管里面。同管指的是什么呢？耶稣基督成为全人类，成为掌管全人类的那一个君王。当然神不是没有能力，不能够去呼召所有的人来信靠他，但是他更愿意呼召我们他的子民去参与在他的工作当中。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八节他这么说道，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当然在这一节经文里面，保罗他当时候说的时候，他不是说明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是这样，他当时候的目的是表达他跟他的同工他们的目标就是传扬神，用诸般的恩惠去劝诫个人，教导个人，把个人引到上帝的面前，那个是他们那个时候的目标。但是我们却是可以从他这个目标当中我们得着智慧，因为耶稣基督升天以前颁布的大使命也是要我们去将福音传给万民听。今天我们也是一样要传扬他，让更多还在黑暗当中的，让更多还在捆绑当中的看见光明，看见生命能够得着耶稣基督作王掌权。那我们可以怎么样做呢？保罗在这里给我们的一个智慧就是专注，专注，专注什么呢？目标，专注目的。保罗那个时候的专注点就是要传扬他，就是要把人引到上帝的面前。我想我们生活的意义也是这样，要传扬神，将人引到主的面前。我前一阵子看到一个 YouTube 影片非常有趣啊，有一个工程师他在他的家后院里面建造了一套的这个美国有 一个节目叫做 Ninja Warriors， 就是他们人会经过一些的挑战啊，要用力的啊等等跳啊怎么样啊来完成所有的任务，最后得到奖赏。那这个工程师他就做了一套给他屋子后院的松鼠，因为他们家他们可能很平常，然后很多松鼠会来到他们家后院，所以他就设计了，你可以如果会清楚看得到的话，有这样弹跳的啊，跳远的啊，有需要有智慧去走的迷宫啊，需要有腰力的啊等等。最后到最后这边右下角的这张图片其实是他们最后的奖赏。他在经过几个实验之后，他发现到原来松鼠最喜欢吃的是核桃，所以他放了一大罐的核桃在终点线。但松鼠他会嗅到，看到那个影片的感觉，他好像会嗅到有核桃，他就会去尝试。一开始尝试的时候被弹飞掉啊，还是怎么样啊，不能够过那个挑战啊，有吓到一下，但是他还是会回头不断的尝试，之后他就成功了。因为他的目标是什么？
就是最后那一整大罐的核桃，那一大罐免费的核桃，就是他的目标，就是他的专注，他要尽全力去完成。今天我们活着的目标是什么呢？是不是参与在上帝的同管里面呢？借着我们的身份，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侍奉，我们的宣教布道，纵然我们会面对一些的挑战困难，但是我们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传扬神，将人完完全全的引到上帝的面前。无论我们的身份，无论我们的岗位是什么，我们都可以矫正我们的方向目标。我做这一件事情，我做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传扬神，做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希望能够将人引到上帝的面前。那我们活着，那我们工作，我们侍奉，我们的目标就非常的清晰，就是要引人到上帝的面前。耶稣基督呼召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我们也参与在他的同管里面，那我们活出这个呼召的生命有什么样的盼望呢？作为他的儿女，我们也要承受基业。保罗在以弗所书一章十八节下半段他说什么呢？他说他基业的荣耀在圣徒中是多么的丰盛。我们可以从以弗所书当中第一章，特别第一章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有几节保罗都提到基业这个事情。这段经文显示出保罗他其实希望基督徒明白自己在神的眼里是多么的尊贵。比如说在十一节十四节里面都有提到基业，提到当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会得到这样的一个的基业，因为我们在神眼里是何等的尊贵，何等的宝贵的。那基业指的是什么呢？如果从它原文来看的话，用英文比较好解释。英文这个基业原文它的解释是 the inheritance， 不是 an inheritance， 不是其中一个的基业，而是那一个基业 the inheritance， 那一个的基业。所以保罗他在这里他重新去讲解一个旧约的观念，一个联系旧约到今天新约的那一个基业。亚伯拉罕当初上帝在呼召他的时候就应许要赐给他跟他的就是以色列民承受上帝所赐的基业或者产业。那以色列民他们一开始他们的体会上帝所赐的产业，上帝所赐的基业，就是那一片的应许之地，可以摸到的，可以触摸到的这个产业。但是我们从以色列历史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们逐渐的认识到，原来上帝所赐给我的基业不只是这个碰得到的，更是属灵的基业。在民数记里面耶和华这样子对亚伦说，你在以色列人的境内不可有产业，我就是你的份，就是你的产业。利未人他们没有特别分到地作为产业，因为神就是他们的产业，神就是他们的基业。所以基业就渐渐的其实就是指向神自己。从应许之地以色列人慢慢认识到这个基业其实就是神本身，到了新约也是如此，上帝赐给我们的基业就是神本身。彼得他看得更远一点，他这么说道，基督徒可以得着一个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这是一个何等荣耀的基业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因为它是不能朽坏，不会玷污，也不会衰残的，所以这个基业它不是暂时的，不是一个很快就要过去的福气，不是一个暂时的快乐，乃是存到永永远远的，是上帝的国，是上帝所赐的永生，是将来我们要在的新天新地。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我们也好像这个以色列人一样，我们有一个所谓的新出埃及，进入应许之地，从黑暗进入光明，而天堂这个荣耀的基业
就是我们以后的应许之地。那天我有读到一篇的文章，讲到七个不留财富给自己儿女的美国富翁，其中三个我比较熟悉的，有这个 Facebook 的这个 Mark Zuckerberg， 还有 Microsoft 的这个比尔盖茨，跟这个股神巴菲特。那他们有机会当人采访到他们的时候，特别这七个富翁的时候，他们会有一些这样子的福音。他们说，我不会留任何的钱财给我的孩子，给我的后代。有的人是说，我会留一笔足够用的钱财给我的孩子就好了，因为他们认为过多的财富，过多的钱财如果都留给他们的孩子的话，等于毁掉了他们的生命。我们看到这些富翁，他们很有财，很有钱，很丰富的家产，但是他们因为爱他们的孩子，按着一个对孩子有益处的数额来给予他们的孩子，或者是完全不给，让他们孩子可以成长。今天我们上帝不也是这样吗？他更爱我们，他是将这个基业完完全全毫无折扣的赐给了我们，因为他看我们为宝贝，他看我们为他掌上的明珠。以弗所书一章十四节，他这里说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直到神的产业得属，使他的荣耀得着颂赞。今天我们能不能够确定我们能够得到这个毫无折扣尊贵的这个企业呢，基业呢？我们怎么知道？我们能够知道，因为圣灵就是这个基业的凭据。这个荣耀的基业，我们透过圣灵，我们可以先预先尝一尝，将来我们得着这个荣耀的基业的时候将会是怎么样的，将来我们跟上帝同在一起的时候将会是怎么样的。因为当我们在信靠耶稣基督的时候，圣灵就内住在我们生命里面，就在我们生命里面动工。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他说，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要差来的圣灵，他要把一切事教导你们，也要使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这是耶稣说的。耶稣他了解我们人的智慧有限，我们无法完全的去明白神的旨意，所以他差派保惠师圣灵来帮助我们，来教导我们，也使我们能够想起上帝对我们所说的话，明白其中的智慧。那圣灵他在我们心里面动工，为的是使我们能够更像耶稣。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加添力量，为的是让我们能够更好的传扬耶稣基督。我想请问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经历过圣灵在你生命里面的动工呢？曾经我在服事当中的时候，我还记得有一次的服事，他们请我去分享的时候是要用英文的。哇，我平常英文跟人在沟通的时候会卡下，打电话也是卡下。哇，所以那一天早上要到那里去分享的时候，一整路上都非常的紧张，是祷告，一直祷告，上帝啊，帮助我，不知道怎么办了。平常都是卡的，但是就在那个时候要分享上帝话语的时候，哎，他就突然间不卡了，我也觉得很神奇。当我在分享完聚会完要回家的时候，在车上我就觉得好有点鸡皮疙瘩的感觉。哇，怎么会这么神奇，能够讲完整篇的道？因为圣灵加添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去传扬耶稣基督。这个荣耀的基业，请问你有努力的去争取吗？请问你有努力的去维持跟上帝有这样的一个关系吗？就好像刚才这个初晨诗班所唱的宝贝，变卖了所有一切要买到天国这一颗珍珠，请问我们是这样吗？
从前当我们回应基督君王呼召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在未来要得着这个荣耀的基业。在这个得着基业的旅程过程当中，上帝给我们什么应许呢？我们在以弗所书一章十九节那里，他说到，神照着他强大的力量，向我们信他的人显出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这一节的经文如果按照这个现代英文圣经它直接翻译的话，它是这样子说到，对于信靠神的人，神的力量是一个丰富的资源，敞开着让任何人来支取。神的力量是一个丰富的资源，而且上帝是敞开着的，只要愿意的人都可以到他那里去支取力量。保罗认为，只有单单认识到神为基督徒所预备的基业是荣耀的，是不够的，可能不能够产生这个鼓励的作用，让信徒们更加看重对神的关系。但是保罗他提醒他的读者，他说神的大能要运行在信徒当中。一个神学家他这么说到，神的全部力量不断地支持我们软弱无力的本性，让我们这个本性可以变为一个生动洁净，并且神的力量改变这个生命，让以前软弱的地方现在变成灵巧活跃的地方。这个能力就是让我们刚才所说的呼召，我们的那个盼望能够得到实现，也是让我们能够拥有那个荣耀基业的能力。保罗他就接着说，从二十节到二十三节，他就继续的去描述这个的能力。这个能力是怎么样呢？这个能力它是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完全的人从死里复活。他叫耶稣基督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他叫耶稣远超过所有一切，耶稣的全能，耶稣的权力远超过一切天使、灵界、人间的掌权，耶稣都超越这所有的一切。他叫万有，所有一切都伏在基督的脚下，也使基督作为教会之首。这是上帝能力的彰显。今天上帝的能力他不只彰显在基督身上，当基督做我们生命的君王的时候，这个能力呢也一样要彰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一位台湾的牧师，他名叫顾敬春牧师，他是出生在一个基同世家，从他的爷爷到他的爸爸，他的叔叔全部都是基同。那敬春牧师他过去他身为这个家族里面的长子，他父亲的长子，那他的父亲就是希望他以后要继承这个衣钵，去继承这条基同的路，但是他选择的却是不一样的道路。因为我们知道他现在是牧师了，不仅脱离这个属灵的征战，他也在信主的道路找到依归，还带领家人信主，在他的社区纵然很多的庙，他也设立了教会，传扬福音等等。他有很多的故事跟大家分享，其中一件，有一天他的妈妈下班的时候无意间经过一场死亡车祸，他说他妈妈就冲煞了。冲煞实际上是什么意思我也不大清楚，就是冲煞回到家之后就不能够动了，那他爸爸就很心急，就赶快起乩做法，因为是乩童嘛，就开始做法，但是都没有用。所以有一段时间他们都四处的去求医，但是他妈妈就完全不见任何的好转。那有一天他爸爸在再次的做法的时候，他这样子的回应，他跟他的孩子说，我的神没有办法，他跟他的太太说，他说我的神没有办法，你跟儿子去教会好了。所以他的母亲最后就去了教会，在经历了两次主日礼拜，经历了牧师的祷告之后，他的病情就很奇迹的好转。所以在整个家族里面，他是第一个信主，他
他妈妈是第二个信主。他说这个是主最厉害的地方，从最反对的变成最信主的。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看到人的黑暗，有时候我们在困境里面，在一个我们觉得不能够得释放的一个困境，好像现在这个新冠疫情里面，有时候我们处在临界的困扰攻击，但是我们要确信的一件事是什么，就像这个故牧师一样，基督君王是那个万王之王，是万主之主，一切都在他的掌权里面。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早上我们思考了一个有基督做君王的生命，上帝从过去他的呼召，然后他赐给我们有未来的盼望，这个荣耀的基业，也让我们在这旅程当中，我们当下有这个力量。今天再次借着基督君王主日激励我们，纵然这个世界多变，纵然这个世界多么的黑暗邪恶，但是我们有盼望，因为我们确信基督君王他是我们生命的王，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无论世界如何的改变，最终他掌权，他已经掌权，他也继续掌权直到永远。就好像保罗所说的，成为我们的祷告。我们一起来看这第十七节到第十八节的眼睛明亮，那我们一起来念，也成为我们的祷告，从十七节开始直到眼睛明亮。来，我们一起来念，一二三，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赐给你们智慧和启示的灵，使你们充分的认识他，并且使你们心灵的眼睛明亮。阿们。弟兄姐妹，让我们一同站立，以使徒信经来宣认我们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的子，因圣灵感孕，如同真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作为神的子民，我们单纯感恩的心来奉献。弟兄姐妹请坐，来回应上帝的爱。无法使用线上支付功能的弟兄姐妹请不用担心，欢迎待会再离开圣坛，在门口处所预备的箱子投入你们的奉献。这时候让我们一同唱求主开眼歌。求主使我心眼明亮，得见你奇珍力量光，奇妙所有发我受伤，使我自由能获释放，安静忍耐我等候你，谦卑虚怀民族心意，开我双眼起我灵机，神上神灵，求主将我灵儿开通，真理之神启我愚盲，天气是云向我吹送，一切虚妄无影无踪，安静忍耐我等候你，敬佩虚怀民主心意，开我双耳启我灵机，神上神灵，求主将我口舌张开，将你真理传遍世界，
常常准备开我心怀，与你儿女分享大爱，安静忍耐我等候你，敬拜虚怀明主心意，开导我心起我灵机，圣上圣灵。弟兄姐妹请起立，今日所献尊享礼物，从主而来奉献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为靠我主基督生命，恳求神父也拿手里，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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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姐妹请坐。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在主里平安，我们感谢神能够让我们再一次的来到神的殿中，一同的来敬拜。我们在这里要欢迎所有的弟兄姐妹，不管你是在线上还是在实体的，我们一样都欢迎你。我们就请我们实体的弟兄姐妹们就向左右前后的人招一招手，表示我们非常欢喜快乐看到大家一同的来敬拜。我们的会读继续呼吁我们信徒们一起的继续为马来西亚祷告，甚至为我们全球祷告。虽然我们都处在这一个的新冠肺炎患难当中，但虽然今年是我们许多人不愉快的一年，但是有许多人透过这一年来培训，有许多的生命因为这一年被培训出来了。我们继续向神祷告，继续也可以向神感恩，因为神依然在掌权当中。我们要提醒的就是，这来临的星期是因为年议会的缘故，我们当天晚上是年议会差遣礼于闭幕礼，所以我们欢迎弟兄姐妹们在家里面，我们各自上网，我们来看直播参与礼拜，是晚上7点的。那来临的礼拜，我们依然有实体跟线上的礼拜，请弟兄姐妹们预备我们的心，我们也遵守 SOP 来到我们当中。我们每一场的圣堂可以容纳360人，所以呢，我们欢迎弟兄姐妹们回到神的殿中继续的来敬拜。关于富玛丽幼儿园建筑费，我们还差了83万，感谢神50万已经被认领了，还有剩下503个单位，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赶快的来参与。以下是我们福源堂 SaloPay 的一些的 barcode， 我们可以透过这个线上我们 scan， 我们来奉献。关于我们115我们周年纪念，我们也透过这一个的纪念，我们有这个义袍，欢迎弟兄姐妹们如果还没报名的话，请你赶快的把握机会，因为我们依然还是可以报名。我们透过这一个的义袍，我们把这一个所得来的钱来奉献给富玛丽。关于儿童洗礼训练，在11月28星期六下午2点，在富雅阁的2楼204课室，由我们的教牧师帮忙大家受这个训练，所以呢，欢迎父母们可以为你的孩童来报名。2021年的第一次的执事会在12月3号下午2点，所以呢，我们请所有的牧者、执事、肢体的主席们要准时的出席。还有关于建堂的奉献，特别是乌鲁雄这一个的建堂，我们也看到他们的需要，所以呢，请弟兄姐妹们一起的参与，特别在12月15号我们就截止了。我们还记得乔月牧师吗？我们透过他过去的一些的资料，帮他出了一本的书，叫做《巧月小札》。我们一本是售价是10元，当我们买了这一本书的时候，我们这些的钱全全是来帮助这个富玛丽建筑费。接下来我们就一起的来复习我们教会的总题：合神心意的教会，使命目标建立一间圣洁做门徒和宣教的教会，门徒标志
门徒确信当人加入教会时，是加入成为见证基督的人，也就是成为宣教士。门徒行动，不忘时时为世界归主祷告，不停为各国各民祝福祷告，不禁口说出对他人的恩言，不计为宣教所奉献的一切。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观赏会长的话。为了得到地上的奖赏，我们都会很努力的追求，我们更要努力的追求天上的奖赏。千万不要说我只要信耶稣上天堂就够了，千万不要自以为比主耶稣更属灵，说自己不需要天上的奖赏。请记得主耶稣强调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千万不要自以为比使徒保罗啊，或者彼得或者雅各更属灵。请听他们告诉我们要追求天上的奖赏，天上的五个冠冕：一，不坏的冠冕。经上说，凡脚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从这一节经文的上文下文，我们看到使徒保罗谈到传福音要牺牲，要努力，要节制，要刻意，要有目标。请问你在传福音的侍奉上怎样？你有参与传福音吗？你参与的时候有完全摆上吗？我们都知道没有信主耶稣人生没有意义，但是我们也要记得没有传主耶稣人生也是没有意义的。二，喜乐的冠冕。经上说，我们的盼望和喜乐并所跨的冠冕是什么呢？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吗？使徒保罗谈到第二个冠冕，又是跟传福音有关系，这个是喜乐的冠冕。传福音带领人们信主耶稣就是最大的喜乐，天上地上都充满喜乐。请问弟兄姐妹，当你去天堂的时候，有几个人在天堂门口欢迎你？是你带领信主耶稣的。你抵达天堂的时候会得到喜乐的冠冕吗？三，荣耀的冠冕。经上说，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拿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使徒彼得谈到荣耀的冠冕是给教会的牧者，牧者要按照神的心意牧养神的群羊，但是也要记得圈外的未信主的羊群，因为单单牧养圈内的群羊在天上也是可以做的，我们一定要去寻找迷路的羊。四，生命的冠冕。雅各也谈到天上的冠冕，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弟兄姐妹，要得到生命的冠冕，我们就必须爱主，爱他一个地步，甚至愿意为主受苦，甚至殉道。其实受苦和殉道也是为主耶稣做见证的，让人们从我们身上看到耶稣基督。第五，公义的冠冕。使徒保罗在离开世界之前谈到第五个冠冕，公义的冠冕。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要得到这个冠冕，我们就得时常爱慕主耶稣的显现，就是渴慕主耶稣的再来。当我们过着见证主耶稣的圣洁生活的时候，我们就会时时刻刻渴慕主耶稣的再来。我们会如同使徒约翰那样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最近小皇帝得到了他篮球的冠军宝座的第十个，是他拿到了第十个冠军，他当然高兴得很。但是过了100年、1000年、10000年，谁还会记得这地上的荣誉呢？地上的一切都是短暂的，如同过眼云烟，只有天上的冠冕是永恒的，天上的冠冕所带来的喜乐也是永远的，最值得你我全力的追求。弟兄姐妹，让我们一同站立，我们把我们的右手放在身堂前，我们一同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感恩今年的日子里
都有你同在和赐福的见证。虽然疫情依然狂狂，但你依然掌管世界。天父，这主日是教会礼仪年的最后一个主日，身为基督君王主日，我们确实见证了你在一切的事上做主做王。我们荣耀你，赞美你。天父，下主日是新的礼仪年，我们依然交托我们的日子和教会生活在你的大能手中。我们相信你必施恩赐福。天父上帝，下星期二开始沙老月华人联谊会召开第45届的年会，求天父保守引导，圣灵在其中赐下大能，使教会蒙受新意向、新动力、新计划。教会在前面的日子能带给时代福音和新生命信息。求天父接着教会荣耀你的圣名，世人更知道仰赖信靠你。天父上帝，我们为教会的新一届4年的侍奉人员选举工作交托天父，求主掌管众代表的心，向着你的心意来选举。天父，祈求你也引导儿童逐鹿学下主日开始一连4个逐鹿的圣诞节庆的圣经真理学习祷告，求真理的灵引导我们在基督降生的圣基上有更深的体会和认识，让耶稣再一次降生在我们每一个家庭中间，我们预备好马槽来迎接你的神圣诞生。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圣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依然站立，我们继续 来唱结束歌《至死随主歌》。曾问到你情愿吗？与我同钉十字架。既然弃婴同生一口，也许主只是放吧。主，我尽情愿把心灵献上，求使我圣洁，小主榜样。黑暗满城欢，求主赐真光，赐我终于爱，永远向主仰望。我们请姐妹。中场，我数过犯的十千有，与主一同在天上。主，我尽情愿把心灵献上，求使我圣洁。来，主，今问到你情愿吗？因只有愁正交接，身心灵命交在主手，坦然无惧到主前。主，我尽情愿把心灵献上，就是我圣洁小主榜样。黑暗满城欢，求主赐真光，赐我终于爱，永远向主仰望。我们请弟兄。主人问到你
吗？肉身地狱化有权，我愿献身毫不保留，从今一直到永远。一起来，祝我尽情愿把心灵献上，求使我圣洁小猪白羊，黑暗满城荒，救主赐真光，赐我忠于爱，永远向主仰望。愿您称基督耶稣为生命的君王，又用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门。啊，主引领我们的每一步，使我们带着主所托付的使命进入世界。我们一同唱推荐诗歌，恳求主引领我每一步。恳求主引领我每一步，没有你不敢走人生路，恳求主时刻与我同住，你慈爱伸手扶持帮助，祝我日日跟随你脚步，成为黑暗中发光蜡烛，寻回世上倒影迷途，这是我一生最大满足。弟兄姐妹请坐默祷。愿主赐福保守你的脚中平安上会，请弟兄姐妹继续留在座位上，按照扎带员的指示保持一米以上的安全距离，有序的离开。谢谢合作。